接下来就是我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，然后再次的很谢谢大家。那弘雅书店20周年哎，12周年。我真的一直以为是20周年，我想说好厉害哦。好了，12周年，那个是一个很……你要再来唱一次吗？啊？什么？你说20周年的时候吗？哦，好。OK 呀、啊，没问题呀、啊。你找我，我就来唱啊。没有，对的。你开始。不是这样吗？也还好了，那个就是，其实我觉得做这个，不要说书店啊，反正就是做这种店，比如说卖书，或是像我们小白兔唱片有卖 CD 之类的，做这种事情，然后可以坚持这么久，我相信一定是很辛苦的。包括经营这间书店，我相信一定是很辛苦的。然后，可是如果没有足够热情的话，就也不会撑到现在。所以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，就是这样的一个里程碑。那如果你们今天是第一次踏进这间书店的话，以后一定要常来，吼、哦，就是来坐坐也好，看看书啊什么的。虽然说可能很多书不是那么容易阅读，可是应该有一些容易阅读的书吧？有吧？看一下，现在几点钟？这边有一个，现在几点钟？哦，有这个哎，特殊救难队，不错吧？对啊，所以就是其实没有那么难以亲近嘛，吼，大家要常来。然后就是那个希望这间书店可以一直经营下去，然后也希望我还有机会可以来这边表演。那希望真的会有20周年、30周年、40周年吧。老板你要加油。对啊，反正就是这样子啊，这不管是什么样的文化产业都很需要大家的支持，那尤其是这种都很独立的自己在那边一手撑起来的一个店，就是很需要大家的支持。所以今天在座的各位，就是希望你们都可以，就是也不能说尽一份力，就是希望你们都会喜欢我们在做的事情，喜欢比如说喜欢我的音乐，喜欢弘雅书店的书，喜欢这边的气氛等等的，希望你们真心的喜欢，然后就真的支持他，然后告诉更多人说有这样的东西，这样子就让这些产业都可以延续下去。对，那我最后当然还是要再讲一下，就是大家要去买海王星在后面。哦，我今天人就在这里，我希望他可以卖很多。真的，因为他是我很得意的一个宝贝一个作品，我真的拍胸脯保证他真的很好听，他真的非常好听。很多很棒的评论，反正总言就是希望真的很需要大家的支持，然后很希望大家都可以买回家听，然后告诉更多朋友说，哦，有郑怡农，然后他有这样子的音乐，然后而且我的音乐是很适合大家一起听的，是很适合分享的一个作品，所以就是拜托大家了，就这样。那接下来我要唱我的最后一首歌，这首歌就是那个另外一部电影，我演的电影《眼泪》，大家有看过吗？有。哎呦，你们真的很棒哎！导演好开心，他在后面笑得好开心。对啊，没想到。哦，真的哦。哦，原来如此。所以你们是中正的学生。那现场有什么其他学校的？加大。好啊，都有去播过吗？《眼泪》。没有播过，那你们怎么会看过？还是你们没有看过？哦，真的，原来如此，谢谢你们的支持。对啊，就是
在这部电影在 DVD 店也有，如果你们就还没有看过的话，也要去租来看。可以先看《夏天的尾巴》，然后再看《眼泪》，你们就会发现，两年可以改变一个人很多。对啦，然后就是如果你们看完《夏天的尾巴》，再看《眼泪》，然后再看《现在我》的话，我只是要澄清一下，就是反正我没有整形啊哈。因为差蛮多的，大家可能会有点认不出来。啊，我在《眼泪》里面演那个槟榔西施，然后因为这是一部台语电影，那他很有很浓的江湖味，那个男主角是蔡正南，所以我就帮这部电影写了这个片尾曲，叫做《Sayonara》，然后它是我第一次写台语歌，那算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挑战，不过写完之后。就觉得还蛮过瘾的，以后希望可以多写台语歌曲。不过那需要时间啊，因为我的台语本来并不好，就是因为这部电影去很努力的练习这样子。对，那这是我的台语作品，那大家以后可以记得说，郑怡农他还会唱台语歌这样，还蛮chill的，现在很少遇到这种。好了，就这样，然后谢谢大家，这首歌《撒由那拉》。Sayonara， 不将这个来。